为什么要说屁屁后面有个黑人，然后有一个蓝色的胡子呢？真的啊。It's totally true. Yeah, I think no you're gonna homo, change your skin. No homo. So, hey, hello, my sexy blonde, and I'm literally not in the video because I'm a spectator. Oh. Uh-huh. Uh-huh. 你什么都没看到。And welcome to the what is this parkour map? I don't know because I'm literally just a spectator. So welcome to the 90 Game NGS 255 Tower Parkour and race to the top. Fuck. God. Restart. Cut.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瑞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跑酷地图，耶、yeah. ！然后旁边这个是冰棒大哥，大哥。然后我是小瑞，大哥，大哥跟小瑞。OK， 好了，今天呢，我们要来玩的是255塔跑酷，然后它是这个 Nightly Gaming 做的。基本上就规则，然后我们要用和平模式，然后创作者是 Brand 65跟这个 Nightly Gaming YouTube.com， 去看一下吧。好，就这样。然后这是两人的跑酷地图，然后基本上他就是说跑到塔的顶端，然后每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塔，然后这个塔的最高高度是255。对，基本上就是这一张地图是从基岩开始到那个255，对，就是这样，零到二五。OK， 那我们就来玩吧。那我们今天就以休闲模式来玩，没有竞争性。OK， 好了，那就321开始。哎呀，哦 ，OK。哦，小柯掉下去了，No， 哎、欸，什么小柯？我是大柯。哦，对哦，你是大柯，我是小瑞。我觉得我们的头脑都烧坏了。呀、yeah ，话说最近呢、啊，我想要开，就是有一个固定开台的时间。那因为我还在想，本来是在想说礼拜五，但是礼拜五呢就跟团团撞台啦。哦，可恶。所以。你们是要阿瑞开礼拜五跟团团撞台，然后都只看我的频道，都只看我的直播，然后不去看团团直播呢？还是我觉得团团会打我？还是说我们把它改成礼拜日的晚上，就是开学的前一天这样？在开学的前一天，阿瑞带给你们欢笑，让你们忘记上学的痛苦。对，让你们忘记上学的痛苦。对，看看你们是不是要这样。我目前是比较偏向于就是礼拜日晚上啦，这样。因为那礼拜六的话，阿瑞的时间是非常不固定啦，就是偶尔会出去玩啊，还是什么的，可能就是晚上不在家还是怎样的。所以呢，阿瑞是在想说礼拜日的晚上。那至于要开什么呢？有时候可能是开 GTA 5啊，还是 Minecraft 啊，还是。反正就是想开什么就开什么吧，还是说，假如说想不到要开什么，我就可能就是做一个投票，说，哎、欸，你们今天想看什么啊？高级少女阿瑞克玩，不要，哎、欸，当然那是恐怖游戏吗？不是啊，哦，好吧，那是剧情游戏，就是什么少女游戏哦，也不算吧。什么公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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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工厂那个，强力推荐你玩公主工厂。这是公主工厂啊，我忘记他名字了，忘记了，我也忘记了。我一直卡在这里，我快死了。公主梦工厂哦，对，还有第五代哦。就是团团一直强力推荐我。都要玩。啊！等下来，我一直卡在这栅栏这里，我过不去。哦吼。
讲话会使你分心。在下面吗？还是在上面？在哪里啊？我在栅栏那一关，铁栅栏那一关。OK。铁栅栏那一关，我刚刚就顺顺的过去了。可恶！哦 ，OK。哦哦，要过去。哦呀，哦呀，我也快过去了。我也过来。话说最近啊，阿瑞就是，你们一定会想说，为什么阿瑞跟大柯呢，最近都不太出影片？那是因为呢，阿瑞最近学校的事情太多了。现在阿瑞已经二下了，对不对？你问我干嘛？不对。但我们寒假过完了，对不对？对吧？我现在已经，我觉得我头脑快烧坏了。所以现在是二下嘛，对对对，现在是二下，二现在已经是高二下，所以学校有很多事情要做，功课啊，然后断考啊，然后之前呢又有一段时间阿瑞在忙一些就是比赛的事情，所以呢阿瑞就可能稍微有一段时间没有上传影片，然后至于大柯呢，因为大柯在忙我们的伺服器。希望可以尽早的打开，尽早的开启，让大家玩。所以呢，我们最近的影片出的数量有点少，是非常的少。所以呢，在这个期间呢，你可以去看团团的影片、伟成的影片、杰克的影片、酱油的影片、Alex 的影片，还有 Waycraft 的影片、Waycraft 人上面的人的影片啦、啊，还有 Alex 的影片。哦，到树木这一关。哦，我已经到钻石这一关了。冰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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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那我是炸弹，嘿，那我你炸弹，嘿 ，OK， 我已经好久没有碰 Minecraft 了，现在手感有点炸了，有点生疏，现在手是冻僵状态。你等下来到钻石这一关，你就会觉得你的手更冻僵。冰棒，对，因为它是冰的。No， 我好不容易跳到这里，我不要失败。Oh yes yes yes， 等一下你到钻石了，最好啊。咦，那就是炸弹，炸弹不要。喂，哦，钻石通关。哦，你不能这样子叠钻石。天哪、啊，小柯追上了，大柯要追上了。大柯来了，大柯 no。大哥来了！来来来，玩错，嘿，那不啦，不啦啊 ！PewDiePie 死神，可恶啊 ！PewDiePie 唯一会玩 Minecraft 的时候，就是玩恐怖游戏的时候。他唯一一部 Minecraft 影片。对，没有，我记得他好久以前不是有那个，他有在玩 Minecraft。哦，有，哎，那应该很久了，很久了，超级久。No！ 我记得他的那个什么，他的 skin 还是那个什么 amnesia 失忆症里面的那只怪物。失忆症？就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嘴巴是裂开那个，然后长得很丑。哦，对对对，他好像是用那个 skin。他好像很喜欢那游戏。对啊。我先掉下去，我会砸键盘。No！ 砸键盘了。啊！为什么这个好难哦？要跳出游戏。话说我 PewDiePie 前期影片我比较少在看，因为他之前都出那个恐怖游戏。对，我超看恐怖。我都不太敢看。然后我后来有开始看他是那时候什么 Happy Wheels， 他在出 Happy Wheels 的时候。哦，那个蛮好笑的。对，那就他就说 Dead Dead， 超好笑的。所以我那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在看，然后就订阅了。然后他现在都不玩 Happy Wheels， 就偶尔玩而已，不是很差。哦 ，I did it！ 不，小柯要追上了。No！ 大柯要追上了。可恶，大柯。Oh yes！ Oh yes！ Oh yes！ 我上来了。哦，为什么又是木栅栏？木栅栏太多了吧？快点木栅栏整阿瑞。喂，喂，啊！哦，绿宝石，绿宝石。喂喂喂 ，OK OK OK OK， yes, 绿宝石，绿宝石 ，Hello 绿宝石，
Oka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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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Hui, hui. No. M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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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ku. 不真不真不真。哦，蘑菇蘑菇蘑菇煎蛋，蘑菇煎蛋，这已经变风景跑酷了。不真不真。Oh yeah, oh yeah, 哇，蘑菇来了。360 no scope 啊。No. 格物差那么一点点，对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小柯今天吃太多冰棒，对啊，肚子好撑。红牛冰棒，耶、yeah, ，我赢了。耶。OK， 好了，我觉得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里。那这个就是255塔跑酷。那基本上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地图呢放在影片下方内容，如果你们想下载的话，可以去玩玩看。那虽然它的规则是说两个人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会塞四个人吧。四个人？对啊，就一边，然后就两个人啊。然后最先到两个人获胜。啊、uh-huh. 欸，也还不错哎、欸，早先来团团。OK， 那我要抓 Alex。然后你就突然看到他本来在一楼，然后你跑到三楼的时候他还在一楼，然后你跑到快到顶端的时候他就已经，你就看到 Red Wins。 好了，那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里，如果喜欢请点喜欢，然后也欢迎我们订阅频道，然后也去看一下小柯的影片。大柯，对，大柯的频道，没有大柯没有频道啊，只有小柯才有频道啊，你怎么会这样？哦，对啊，看一下小柯的频道。对，看一下小柯的频道，然后呢，也去看一下 Alex 的频道吧，因为他，做一个很酷很棒的开场白。对，然后他一直在那边说 Notice me 三拍。好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大家。Yeah.